昨天的下午3:20左右，我们的先锋救援队接到110的指令，沭阳县吴集镇3个孩子落水了，一个是9岁，一个11岁，还有一个好像年纪更小一点。他是边上嘛，中间有一点洞嘛，他们就过去玩耍的，然后呢就是不慎落入水中了。因为我们在城区嘛，我们就通过我们的手台发出指令，正好呢我们有一个队员，他就在吴集镇，他就在第一时间赶到这个现场，顾冰冷的水呢，就是跳下去以后，把三个孩子成功的营救上岸了。他到了以后，然后呢，小孩已经漫到水里出来，他就捞下去以后，三个孩子就给他给抱上来。